好，民进党喊出国会要过半，可是大家都知道非常困难。我们来看看呢，现在民进党说要守住关键7席过半才有望，而有很多地方告急，包括高嘉瑜、赖品妤，现在选情是不是拉警报了呢？我们先来看看高雄这一局哦，这个临时换人上场就是黄捷，他代替赵天麟，他说。我已经跟赵天麟的竞选团队整合了，他上了周玉蔻的节目。可是事实上呢，大家都知道哦，现在起步可能有一点点慢了。民进党的辅选人士是这样讲的，他说现任14席的激战区中，能不能够守下最少7席，这就是立院能不能够过半的关键。而台北市这一区内湖南港，我们知道高嘉瑜现在岌岌可危，赖品妤在新北这一席看起来也有一点点保不住喽，黄捷现在看起来也很困难，其中最大的因素是郭贝宏哦，泛绿分裂了哦。过去有一些民进党的朋友说郭贝宏，哎呀，他拿不到多少票啦，几百票、几千票而已啦。可是恐怕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哦，有可能他会吸到更多的票，可是民进党也不希望他当选，宁可让黄捷落选，也不希望他当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台独的这个台派哦的一个非常这个支持的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如果台派在南台湾的发展意图明显，民进党也不希望这样啊民进党也不希望这样啊。观众朋友，我们来看看赖清德对外都说我不怕蓝白合，他们要合要分我都不怕，可是是真的吗？我们看到赖清德接受黄伟汉的访问，他说早就准备好1对1的啦，我有把握会赢，即便你蓝白合在一起，我都能赢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柯文哲也很有信心啊，他说我也不怕呀，如果是撒卡都也可以看看有没有 surprise 发生，包括他认为台湾是个充满惊奇的岛屿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要100%的合作哦。他过去是医生嘛，在急重症外科，有时候呢10几天太久了，最后一刻都有可能有惊奇出现。他在对他的支持者喊话，而侯友宜讲。国民党会结合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努力往前走。朱立伦今天对蓝白合的议题暂时没有回应，不过吴子嘉发话了哦，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他说，如果蓝白合最终没有谈拢，柯文哲是一定会出来选哦，变成3卡都或者是4卡都。他认为柯文哲的民调一定会往下滑，不会拿到15%以上。而侯友宜在中年人以上40-50岁以上占有优势，不过年轻票很少，大概会流向柯文哲。如果2个人可以合是最好的啦意思就说一样啦，其实过去讲了这么久，合才会赢，不合很难赢不是说没机会，可是很难赢。不过我们来看看邱毅委员他放出了一个讯息，他说蓝白合要从哪里开始？这2个人开始啊，记得吗？2个大男人十指紧扣，手牵手。邱毅爆料郭台铭跟柯文哲这2天会先合啦大家耐心等，这2-3天就会合，合完之后再来跟侯友宜合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柯郭配柯文哲讲了一个话耐人寻味，他说郭台铭没有一定要位置啊，不要位置要什么？要里子吗？我们就不知道了，慢慢来看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撒卡都或者是1对1或者是4卡都，到底谁比较有胜算？过去我们看到谢长廷跟马英九在2008年那一场总统选举，谢长廷那时候拿到的票已经算是很低了，算是地板了吧，楼地板了吧，他得票率只有41.55%，那马英九拿到58.45%的选票所以如果我们从楼地板往上看的话赖清德不太可能会低于41%也就是说赖清德可能会拿到42%或以上那么你要拉下赖清德，拉下民进党，你国民党如果要单独胜选的话，你一定至少要有43%的支持率嘛。那再也，如果侯友宜拿到43%，那意思是柯文哲跟郭台铭只能拿15%平分吗？不可能嘛！你要气饱，不可能这样气，反之亦然，很难呐。意思就是告诉你，你要自动发挥气饱这件事情很难很难，不管是气柯或者是气掉侯都很难。来，请教亮哥，亮哥怎么看？这个民进党的危险区不只有这三区了，而且港湖那一区要救其实蛮难的嘛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另外两区确实还很难讲嘛，啊，那可是还有很多地方啦，你应该就民进党现任的，那看谁有可能会掉，那看谁能保得住啊。比如说蔡适应不选，那蔡适应来补的人上得了吗？对不对？郑文婷对不对？因为应该要这样算才比较准啊。嗯、那比如说江永昌不选，那中和吴峥上得了吗？哦，这用这样来算啦、啊。啊，那高嘉瑜也是现任嘛，对，赖品妤也是现任嘛，那赵天麟也是现任嘛，嗯，就是要这样算啦、啊。那绝对不是只有七个啦，那岂止七个啊，一大堆啊。所以你觉得他们选情不妙哦？我所以他们期待蓝白不要合啊。蓝白不要和，当然他们就会认为民众党跟国民党一定会吵架嘛，嗯，因为选举过程一定会吵架的啦，因为要比较嘛，那吵架一吵开就会生气啊，那就会说那我立委就不要投给你，就会有这种联动效应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如果是破局，那赖清德可能就一直维持领先啊，因为人家现在至少也有35啊，嗯。大概都领先你10%左右，所以他的看好度就会一直非常高。嗯，那到最后一个月赌盘也是一面倒，那就会造成有一些人就干脆不回来了嘛。嗯，对不对？我干嘛跑那么一趟啊？反正你们也不会上。我总统就不想投，那立委这票也不会投了呀。是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嗯、事实上，2020就有这个现象啊。2020最后小英是57%嘛，嗯，那韩国瑜是38.6%啊。那事后有人没有投啊，几乎都是蓝的啦，嗯，因为就认为韩国瑜不会赢嘛，嗯，有人就没有出来投嘛，是。其实这个亮哥你怎么看郭贝宏这一局？郭贝宏，我这一局就是郭贝宏的票很难估计啦，嗯，因为他的那个进总成立人真的蛮多的啊，那个媒体是写2万呢，嗯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立委进总成立超过1万人的啊。那第二就是，坦白讲，独派还是很多独派支持郭贝宏。那民进党真的不想让独派在南台湾攻下一局吗？不，那个他那个黄捷的定位也是独派啊。哦。所以，我黄捷主要考虑还是他年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只是独派啦，他就认为独派啊都是独派啊啊。那不过黄捷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同婚的问题。我认为长老教会搞不好会因为这样支持郭佩宏，嗯，啊，所以很难讲啊。就这一区，坦白讲会蛮激烈的，嗯啊。那赖品妤跟廖先祥也蛮激烈的啊。可是有一些区，坦白讲都没那么激烈啊，怎么没有在讨论呢？对不对？那个，我是觉得啦，这个蓝白合啊，坦白说啦，时间也快要来不及了啦。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慎重考虑朱立伦提的第二个方案了。实际上，我今天也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在提了。第二个方案是德国方式，德国联立式，嗯，就是你候选人占一半，政党支持率占一半嘛。因为这个只要民众党点头，那就成啊。嗯，因为朱立伦已经提案了嘛。嗯，那日本模式当然了，你看69比11，这个没有人会同意啦，这是事实嘛。那柯文哲说让3%，这个国民党面子也挂不住，嗯，国民党很生气，对嘛，面子也挂不住，所以大家就都合理站在同一个台阶来比嘛，嗯，那政党支持率事实上民众党并不是没有赢过啊，政党支持率也是透过民调啊，对，是事实上两个都是民调，嗯，我觉得朱立伦的两个方案。这个方案事实上就是民调决定了，嗯嗯，这个事实上就是民调决定，那只是说它多了一个项目叫政党支持率这样啊。那因为本来国民党的立场就是认为说，国民党的组织的能量你必须要加权嘛，嗯，这个也是一种加权的方法。是啊，哦，而且这个不像说既有的席次，那既有的席次就大家都不用比了，因为你的席次就在那里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政党支持率就很难讲，嗯，因为有一些党如果刚在崛起的时候。他的政党支持率会蛮高的，是，而且我也看了很多民调了，民众党真的赢过了，赢过国民党的政党支持率，有我有看过，赢过啊，所以，不啦，这个因为坦白讲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啦，你11月20到24要登记了，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再讲说啊，那个柯跟郭是不是先整合？这怎么可能嘛？先整合，对呀，邱义共哎呀，那先整合，那郭是副手的话，你怎么跟侯整合啊？柯文哲不是讲郭台铭不一定要有位置啊，不用当副手啊，不要有位置啊。那你如何让人家觉得你们整合？嗯，那郭台铭是跟你开记者会说，我完全支持柯，是不是？那我不用位置，我以后当无任所大使这样子。麻拜托哎，这个类似这个在处理上真的有困难啊。嗯，来请教彬哥。当然。 民进党当然是希望能够守住越多席越好，而且最好还是能够单独过半嘛。但是现在其实关键期，我认为就是在蓝白合的能不能出现。蓝白合如果能够出现的话，在野的士气大振，那民进党可能就会守不住。那如果蓝白合不了，甚至合不了之后呢，彼此还之间产生非常严重的矛盾，互相都不想支持对方的人，那就是让民进党全拿。我觉得看来就是这样。那。 现在这几个选区当然都很拼啦，老实讲也没有谁稳赢或稳输的。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，因为廖先祥他现在也出现了，就是他家违建的事情嘛，他不是拆了嘛？对，拆归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多少会有影响嘛。所以你说他一定会赢赖品妤吗？也很难讲。而且现在赖清德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帮赖品妤拉抬声势嘛。那至于说高嘉瑜这一席，我个人认为高嘉瑜应该是守不住的，对啊，在这种正常状况下，因为吴欣岱。 看起来吴欣岱现在可以拿到10%几的选票，那这样子高嘉瑜就根本就不用玩了，因为过去李彥秀跟他其实差距本来就没那么大。那你现在有一个人分掉你这么多票，基本上高嘉瑜大概就选不上。那郭佩宏这个东西，老实说，因为他以前没有在这个地方选举过，所以我刚有看到你们讲的这篇文章，非台北观点这个东西，他居然说郭佩宏拉的都是陈美雅的票。 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。这个在政治的光谱上面刚好是两端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啦。那当然，因为我没有在地观察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所本。那至于说他成立的时候来这么多人，因为我听有2种不同的说法，一个是说2万多人，另外一个说实际上才几千。那不管怎样，其实几千人都已经很多了，都已经很多了。所以郭佩宏也是有他一定实力的，所以到时候就看他。 真正吸到的是谁的票？他到底是吸到中间选民的票呢，还是吸到深绿的票？这个就看。不过我是个人认为，以郭佩宏的光谱来讲，他应该是吸到深绿的票才对。理论上应该是、啊。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啊，所以这个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在地观察。但是郭佩宏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变数、啊。那至于说赖清德在那边口口声声上伟汉节目讲说他不怕蓝白合，你不怕才怪。我觉得他不怕才奇怪。他如果你知道，如果不怕蓝白合的人，突然会有什么反应？你知道？ 啊，他们要和好，恭喜他。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，啊、有人要和吗？对啊，应该正常是这样，因为你根本不 care 这件事嘛。实际上他非常关注这件事嘛，他一直不断在看嘛，然后如果你都认为蓝白不可能和的话，那你在担心什么？对不对？就表示你心头还是害怕，只要有一丝蓝白可能和，赖清德都会担心嘛。空。对啊，所以你老实讲，我觉得讲这个话没有人会相信啊。你说你智哦，对啊，你说你根本不怕蓝白和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笑、啊。那所以现在关键就在蓝白到底能不能和。我说真的，对我们这些局外人来看，我觉得用什么方法都 OK， 重点就是你们大家能够接受，能够和就好。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抽签也可以。对，随便你们要打一架也可以，无所谓。寡杯啦，我支持用寡杯的。这个对我们来讲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大家要真的愿意和。 而不是那种很勉强的和，或是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心结，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发挥出最强的效果。因为你不要到最后硬和的时候，你两个合起来1+1，1+1变成1.5，甚至1.2，那不是更惨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蓝白合真正的关键是在大家都要放下一些心结。目前为止，好像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放下。但今天朱一伦讲一个很奇怪的话，他叫各家媒体赶快去做民调。 做什么？做民调。做民调。他说你们这各大媒体都可以去做民调，看是侯科还是柯侯跟赖萧怎么配啊？这样，他说你们都做民调出来之后，结果就出来。他觉得侯正民调比较高哦。对，我不知道啊。就现在看起来好像朱立伦突然之间又有信心了，我就不知道。那我觉得如果朱立伦是抱持这种态度的话 ，OK 啊，那就表示还有谈的余地啊，就是双方可能是能够达成契机的。那柯也没有把话说死嘛，柯也说反正到最后关头再来决定。 对，那问题是现在时间真的剩不多了，我们真的希望赶快决定吧，因为这场戏拖下来已经很多人大家都已经不想看，现在很多人一听到蓝白合就烦，根本不想看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心理的效应，他们自己要评估进去。好，来请教杨老师。我觉得今天朱一伦讲说大家赶快去做民调，民调公司其实都把这段时间空下来了，因为至少要5家，至少3天。做1000人也要3天，如果说超过1000人的话，那时间更长。我觉得现在蓝白合的时间点，大家就开始不要抓11月20号，因为实际上是登记到24号为止。是，20号是礼拜一，24号是礼拜五，所以呢，应该是说蓝白合接下来3个礼拜，我觉得这个礼拜大家就会看，如果要民调。 或不民调，这个礼拜大家都很清楚。民调这个礼拜就会决定礼拜四、礼拜五，因为通常民调3天哈，我们都讲最少1000个人的民调3天，中间一定会夹一个礼拜六或礼拜天。哦，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是这个周末，礼拜天、礼拜一、礼拜二，而且你要5家都抓到同一个时间，大家都同意的。哦，然后呢，因为我参与过民调嘛，是。然后你如果真的要这个。 礼拜天跟平日的中间的话，哈，我觉得那个其实并不是办不到，但是呢，那个就挤到后面的时间了。那因此，如果要民调，这个礼拜四、礼拜五以前，也就是接下来3天到4天，我们就知道答案。怎么民调，一定是全民调以及政党的这个支持度。现在看起来，这个方向已经很清楚，只不过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减少它的误差。 因为手机市话，这都影响很大，多少人这也影响很大，谁来做调查的机构效应，这也影响很大。还有另外一个可能，也就是你到了这礼拜五，你发觉到蓝白合还是不知道怎么发展，但是没有再谈民调了，那就是蓝白合要用政党协调的方式，在下个礼拜来做出决定，那就是他们可能在协调，也就是正副，然后呢这个组阁。 哦，职位啊，以及如何合作，一旦合，我相信哈，双方都会合，哦，因为这个都是对自己有利的，啊，一定会大于 1.5，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个高于2，啊，应该会大于 1.5。但是呢，这个礼拜就是民调，这礼拜没有民调，下礼拜那就是要政党协调，政党协调只有一个可能性，那就是柯文哲要不要做副手，啊，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这个样子，因为。 朱立伦在前几天，当他提2个方案的时候，他做了一招，我觉得蛮不错的，是什么呢？他把15个县市长共同联署，这个就形成一个就是政党实力，大家不是真的在比所谓的席次或者是说这个条咖，而是真正有这些实力的这些县市长，而且国民党这些县市长有一些其实评价都还不错，那这个的的确确是民主党这边所欠缺的。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2天哦，他应该会在想，怎么样接受民调，然后呢，怎么样让民调能够推动，然后呢，怎么样来去说服他的支持者一起来蓝白合。是，所以接下来这1、2个礼拜都是关键期。